一辆国军的中型战术轮车和民众的玛莎拉蒂跑车发生擦撞意外。造成跑车后门被刺穿一个圆形大洞，左边轮胎周围也布满擦撞刮痕。不少网友看到被撞的是俗称海神的玛莎拉蒂，纷纷留言表示对驾驶的同情。由于玛莎拉蒂要价不菲，不少人笑称肇事的驾驶可能要逃兵了。金石堂城中店是许多台北人的回忆，不过昨晚金石堂在官方脸书公布，城中店因租约到期，即将在六月底熄灯。过去台北重庆南路书店街是许多书迷最爱逛的地方，但随着阅读习惯的改变与网络书店的崛起，许多书店都纷纷熄灯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间间的旅馆。现在就连金石堂也不例外，消息一出，让许多书迷和网友都感到不舍，纷纷在底下留言：“谢谢你陪伴我长大。”昨天23号发生国道大货车追撞意外，造成三人死亡。肇事的陆姓司机疑似疲劳驾驶，高雄市劳工局今天突击检查货运公司，发现陆姓驾驶竟然连续上了22天班，中间没有任何休假，而其中至少有7天工时超过12小时，明显违反劳基法。劳工局将对货运业者开罚最高300万元罚款。其中2名死者，国道员警郭正雄以及叶家豪，在执勤中遭撞身亡。内政部长叶俊荣今天前往上乡慰问家属，强调第一时间就认定两人因公殉职，将以最高抚恤给予警察应有的尊重。英国当地时间周一上午，凯特王妃在圣玛丽医院领都私人院区产下小王子，随即在晚间6点身穿白领红色洋装，抱着新生儿与威廉王子一起走出医院，向数百名祝贺民众和记者挥手致意。威廉王子还对记者开玩笑地说：“现在麻烦有3个。”当记者问到小王子的名字时，威廉则语带保留地说：“你们迟早会知道。”在等待凯特王妃期间，威廉还牵着小王子乔治与夏绿蒂公主来到医院。有别于乔治王子面对镜头的紧张，妹妹夏绿蒂一路上逢人就招手，连进医院前还忍不住回头，露出可爱的笑容，让现场增添了幸福的气息。加拿大多伦多市当地时间23号下午，有一辆白色箱型车以高速冲撞行人，造成重大伤亡。目击者指称，一辆箱型车一边加速一边大按喇叭，冲上人行道，见人就撞，就连消防栓和油桶也被撞飞。嫌犯弃车逃逸后，不断用手中的物品指向远景。当远景不为所动的逼近时，嫌犯才丢下手中的物品并举手投降。嫌犯随后被带回警局讯问，追查犯案动机。目前无法确定是否与恐怖攻击有关。